是不是大少爷回来了？爷。枪给我，成龙，你抱着机会想办法溜出来。爸，我不能走，不是你妈，保住咱们家的根，听见没有？我不走，我打死你！打死也不走！快走，爸，夫人，你也走，快走啊！走吧。去啊，成龙啊，这不像土匪，
匪呢？爸，那是什么？土匪是边打枪边抢东西，可这伙人往死里打咱们呢。敬酒的，他说要用你跟旗杆下酒，你听见了吗？老子今天不要你一分一文，说白了就是要你们全家命来的。爸，卢十三这个王八蛋。成龙啊，这不像刘十三，多半是罗一章的队伍。我砍腿的时候，刘十三向我发过誓，谁要动咱们一草一木，他就还我一条腿。爸，那他咋知道媳妇儿呢？这个金刀万花的媳妇儿。爸，不管咋说都是要咱家命来的。我的妈呀，这个媳妇儿，他咋这狠心呢？女人好给你们全家收尸，男的出来我们就往死的打，给你一袋烟的功夫，听见了吗？妈，你走吧。好孩子，妈老了也活够了，你跟孩子先走吧。走不出去了。瓦大爸，明年此时就是咱们的周年。爸妈要死咱们一块死。孤云，快找你大哥去。孤云，听爸的话。不，我不走，我不走。好孩子，快走吧，还有你望龙哥呢，咱们许家断不了根。妈，完了。
我彩彻，谢谢你，多亏你给我生了两个儿子。爸，来世还孝敬。儿子，妈，妈。